脚步，轻飘的失去平衡。你在哪里？我喊着你的名，可声音来不及扩散，便消失的没了踪影。这会儿世界上有人都在喊啊，鬼迷大哥上诅咒啊，呵呵。那么这会儿的话拼到现在呢，这个上方选手可能已经
无力回天了啊。怎么说呢，上方选手这个中间啊有一点点这个意外情况啊，导致了他的这个减员啊，最主要还是因为之前被落马啊，如果之前不被落马也不至于减员至此啊。我们来用声望来娱乐一下看看，我没声望吗？哦，我当前还真没声望，好吧。那咱们干脆这个专心啊，看咱们这个比赛。其实的话拼到现在这个状态基本上应该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了。好的，那么刚才的这波的比赛呢，是最终是这个鬼迷心窍啊，鬼迷心窍老板啊获得了胜利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个就是鬼迷心窍和这个最初幻想、最初梦想啊这个队伍的这个火拼啊，我也叫他最初神话。那，这将是这个这场比赛的这个最后的角逐啊，也是这届比赛这个最后一张四强门票啊。获得这个四强的选手啊，最主要的啊，除了获得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以外，还能获得什么呢？还能获得这个人民币的现金大奖啊。第一名的话可以获得5888啊，这个第二名的话1588，第三名1028，第四名的话是588啊。有小伙伴说啊，就这点现金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除了现金以外啊，前三名啊，就应该说前四名都可以获得战无不胜这个绝版勋章一枚啊，每人一枚啊，有一个队伍三个人的话就三枚啊。
而这个前三名还都会获得金牌、银牌、铜牌啊，以及宠物 buff 药水十个啊。不是十个，是十级的宠物 buff 药水啊，金牌和银牌铜牌你不要就可以换这个宠物药 buff 药水啊，这可以自己选择啊。而第四名不能获得这个金牌银牌铜牌，但是可以获得稀有宠物啊。本期的稀有宠物的话是大象一只啊，是这个游戏当中和用其他方式获得不了啊，只有这种限时活动啊才能获得的这种稀有宠物啊，非常的稀有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咱们今天最后的大决战了啊。那么主播的话，这个可能要稍微走开一下啊，咱们一会儿再见啊。那么决赛当中啊，我相信这场比赛会非常的精彩啊，咱们这个拭目以待啊，大家一块儿听着音乐啊，一块儿来欣赏这场比赛吧。我给大家换一个音乐吧。一首啊。羞答答的玫瑰啊，静悄悄的开啊，献给大家。轻轻地摘。